非常欢迎大家今天又来到了我们的 DIY 创意灵感。在我们今天的视频当中呢，是想给大家展示一个特别特别甜美、特别特别可爱的一个这种糖果或者是一个巧克力糖纸的一个邀请卡、邀请贺卡，可以邀请别的小朋友呢到我们家来做客，或者是做成一个手工自制的 DIY 的一个生日派对的贺卡。那么我们所需要的呢，就是这样的一个非常可爱的小的食物，或者是你可以把这个软糖啊，或者是我们这样的一个小的糖果啊，或者是这种小的糖果啊，直接给它包在我们的贺卡上，然后再做一点稍微的装饰就可以做好了。我们所需要的呢，就是这样的一个糖果和一个非常漂亮的卡纸，不需要特别漂亮，只需要它能够看得过去，并且能够进行一个装饰就可以了。我们会在上面呢给它进行一些的点缀，然后我们还需要的就是胶带，还有纸胶带。这样的话呢，就做好了一个我们的小小的邀请卡，希望你能够喜欢喽。如果喜欢的话呢，不要忘了可以直接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在视频的下方可以留下你的留言，告诉我们你们的愿望，你所喜欢的一个主题，你所喜欢的一个小小的手工。那么我们就下期再见喽，拜拜。